姓王一博的经纪公司近日透过社群呼吁抵制粉丝私追行为。乐华娱乐27日在微博写道，王一博深受私生困扰，严重影响到个人工作，甚至家人及朋友的生活。粉丝在剧组拍摄期间在酒店蹲守并闯入剧组，严重影响剧组拍摄，还多次前往王一博先生的父母以及朋友家进行骚扰，并唯独一人及跟机追车。上述私生恶劣行径已涉嫌侵犯王一博隐私权与安全，在此呼吁坚决抵制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取艺人行程等追思行为，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的违规行为，特别是跟机追车、酒店蹲守、闯入剧组、传播偷拍图片视频、住所蹲守、跟随艺人及家人朋友行程等行为。感谢大家对王一博的喜爱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多做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事情。